隔壁出事了，什么出事？出什么事？哪边出事？爆歌台。那我只好又看一下喽。不觉钟声响起，你守候在原地，感谢你为什么他会给突然唱这我首勇歌？气，为听了见我。你装扮的格外美丽，这美也曾用在这不是回你最好的兄忆，弟吗？怎么可脸这惜么这臭？是你和他的回没有忆，啊，而我唱只歌蛮好是听的假啊，你有。意，我放下那一个阿比，你来一首咖喱才爆饭记了吧？得。咖那喱爆边饭感会谢不你会的太美丽冒感犯？情，但愿我。请按分享，好听哦，嘉宾好听哦，Sing good。OK，看影片，继续看影片，为了未来换 我唱哦。爱，为了未来，今天要来吃外卖。靠腰腰，我唱歌，吹散了从下面，忧等下开始唱。愁，依赖。小时候不懂事的咖喱包饭。还没有唱过这首歌哎。外卖，今天也吃什么外卖？努力不懈怠。外卖，今天要来吃外卖。超综艺转型，向过去 say bye bye。咖喱包饭会不会太冒犯？怕被倒餐，所以才乖乖吃饭。咖喱包饭这个境界已超过空干，泡泡客2万，只好拍抖音来赚。小时候不懂事的咖喱包饭，不看就滚开。观众爱作怪，我早已释怀。脱票断了台，就连腾越也填海。装腔烂尾，坏脾气一来，直接关台。咖喱包饭会不会太冒犯？其实不然，这就像跟家教。哎，没嘞，后面没嘞。不是啊，我不太会唱这首歌啊，后面没唱到哎，自己补。影片抖一半没料，阿豹说你没料，没办法，不太会唱这首歌，第一次，我再多学几次，再有机会再来唱。虽然很感叹，将咖喱拌饭当菜单，但那真的不是我咖喱包饭。啊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影片刚刚懂一半，我最后补齐了。这首歌第一次唱，只能说尽力。